前网上面说你结婚了。哦，对对对，这个新闻非常乌龙，可以大家放心，我还没有另外一半。老公说话了，宏渊还是单身，大家不用心碎了。大家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单独照片，哇！你做什么动作，他们都会尖叫的，哦，好厉害！宏渊带他们出席活动，太久没看到真人，粉丝简直要疯了。而之前有传他将军妮妮混没事，艾迪克忙着宣传新定紧急救援呢。各自算工作之一嘛，所以要跑蛮多的地方，因为很久都没有跟这个很多影迷见面了，所以去年拍了几部电影，今年能够上映就希望多跟影迷互动。今年过年可能要跟家人在工作里度过了，因为也会是在宣传。本来以前都没有这个特别需要在这个时候的宣传嘛，就是今年可能跟家人在宣传度过了吧，也在工作度过。大年初结束之后可以去旅行吧，就去一些别的地方。目前看家人想去哪里，我们就大家聚在一起。取景拍摄是不是也很辛苦啊？基本上都是实景拍摄，拍了8个月训练，也开机前的1-2个月的训练，要了解救生员、救捞队的这个专业的精神啊，上课啊，直升机上面吊挂，跟在自由潜水啊去考自由潜水的证照，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救援的这个精神，就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嘛。这种精神其实很危险的，很了不起的，所以希望这个电影拍出来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一项有危险高危险的工作。很多人不太清楚这个工作，那这个电影可以讲的是这些人默默付出，更难得可贵是他们的家人得每天都守护着他们，因为他们24小时都要随时出发嘛。之前网上面说你结婚。哦，对对对，这个新闻非常乌龙，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结婚，怎么可能大家不知道？谢谢大家关心啊，可以大家放心，我还没有另外一半。所以说，如果结婚不会跟大家说吗？你是说如果结婚会不会跟大家说？对，这要看了。目前有些话不能说死，我不晓得。对对对，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在2020年过一个好年，然后多点善心，祝大家新年快乐。好，谢谢。